You guys will be off. Hello, 不好意思，我来送包裹儿。我来送包裹。哎，小姐，那个 Tina， 这咖啡给你，谢谢。今天的客户的报告我来就好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也蛮熟的，我来吧。那个报告我熟得很啊。我觉得我真的比较熟，不然你上半段，我下半段。好啊，我们就一人一半。好啊。一人一半就一人一半啊，这个贱女人又来这招，看我怎么弄死她。我找别人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送那个包裹。智障是不是？你的手怎么会放在那个位置嘞？你是猴子在学鸵鸟，还是鸵鸟在学猴子啊？这样可以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是哪里找来的？是干什么东西？放那个位置更怪。好吗？对不起啦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去找别人说好了。到底谁找来的啊？神经病！你知道我现在对你有感觉吗？知道啊。你这样不好。有什么不好？你这么好看，这十年代你怕什么啊？不要怕，不行，跟你不要看。不要了。不要用我啊！你们慢慢谈好，我找别人收。不好意思，我要送。Emily 啊。是老板。过年要到了，想不想加薪啊？报告老板，想。那你应该知道要干嘛的吧？报告老板，我不知道。老板你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你要不要加薪而已，我并没有干嘛。要送包裹，干嘛、啊？出去 ！Sorry。你们老板人呢？老板你好。老板嘞？老板人在哪里？老板在哪里？讲清楚啊！你站在这的。那是你啊！啊，不是我，是谁？啊，不是我，是谁？当然嘛是你，当然嘛是你啊！这样，哦，这样，那是我。